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我们今日，今日是9月21号，我们要准备离开爱丁堡，在离开的路上，享受一个海边的早餐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地方架这个机器。我们路径要这样说话，一张大脸突然出现。咱们大脸女团，今天听早上听的是大脸女歌手宁宁的歌。你这样说，人家粉丝同意吗？跟我比我小一点点的大脸。但是你先回去。大家不要误会，这个人他是爱宁宁的，他是宁宁的粉丝。我是真脸大，头大。他是真爱粉，他不仅自己爱，他还给我安利了，所以大家不要网暴他。你要小心人家 aespa 是什么流量。哎，你看看咱们 YouTube 是什么流量，会有人网暴我吗？看那个的只有我爸而已。不行，我现在要回去让我爸也去看。看一下。这个女人，她的 Americano 和她的 Milk， 我都不加，我喝 Americano 不加 Milk。Orange Blossom， 它泡好了吗？哇，你这看你很棒哎！哦，我这个很棒。倒上一杯茶茶，来了英国之后就不能再喝咖啡了呢。喝茶，我这个茶绝体。哇，我想尝一口。没门儿，有窗户，哇，这特别像，但这种茶一般都是闻着果味特别足，喝起来其实还好。嗯，是不是有点酸呢？不酸，就那种 berry 的茶就会喝起来有点酸，因为 berry 本来就酸啊。我今天本来想穿新鞋的。是什么阻止了你？哎，这个特别像那个淡一点的汇源果汁儿。其实没有什么可阻止我，我得回去换了新鞋。我说不给你喝，这人是不是无赖？我说不给他喝。嗯，加热的淡的，还挺好喝的，是挺好喝的。待会儿让他给我 review 一下。我觉得我一杯把这壶倒完。听，大家听听海哭的声音。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对着是挪威是吗？等我先看一眼地图，应该是。我远方看见的那片土地不会是挪威吧？我肉眼应该看不见。不，你肉眼看不见。咱们那个视野你看不出去。是你现在在一个海湾里面。苏格兰的另外一角。对，你总会被脚挡住。这我看的是你看的应该是，就反正是个海湾。嗯，哦，那些土地还是苏格兰的。我刚看见有人划船，你如果想要划船的话，可以趁我吃早饭的时候赶紧去划一下，然后把你的早饭端上船，一边划一边吃。我现在吗？咱们如果去高地的话就能看见，就能看不见，但是就忘了就是挪威了，就是伸出去的这些、还挺好喝的。咱们如果去 Aberdeen 的话、Aberdeen 就是女王他们去那个度假，板毛拉就是飞到 Aberdeen。 哈天罗的朋友他来英国读的硕士就在 Aberdeen。 哇塞，太凄惨了吧那地方。你这话说的不是，就是特别阴冷潮湿。潮湿我不知道，但是它在海边特别冷。就是你想北边没去过了，不敢发表这种言论。我也没去过了，我这是瞎说的，不要网暴我。大家网暴他，不要网暴我。埃伯丁的居民，但是我其实觉得埃伯丁的居民应该没有 aespa 的粉丝多。你这个话不知道是惹怒了 aespa 的粉丝，还是惹怒了 埃伯丁 的居民，然后两边一起网暴，一起网暴，哎，就红了，就知道掌握了流量密码，那就是吵架。为了能发迹，能豁出去了。
我一会儿回去要换鞋。对啊，为什么今天不穿新鞋？我犹豫了一下，都穿上新衣服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有点没想开，现在就回去。上车前先换。就不知道你犹豫在了哪个点。有点想珍惜我的新鞋。它只是鞋而已，它早晚也得穿上，就是得穿。对，我对鞋还真是挺真爱的。虽然我的 AJ 已经穿这样，我特别想找个地方，咱们去伦敦洗鞋吧。应该干洗店可以洗鞋吧？嗯。干洗店可以洗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去 York 把它洗一下。好的。我 York 不是干洗。哦哦 ，York 那个酒店有干洗，但我不知道它收费怎么样。酒店一般都收的很贵。问一下，不行的话就小助洗。小助帮我洗鞋。小助的 hourly rate， 你可能不愿意付。如果不愿意的话，我可以选择就是这一路的车。哎，我是不是该加油了一会儿？我觉得开不到，开不到，开不到，但是还没亮。你不能等到它亮呀。为什么不能等到亮？它亮是剩八分之一时候会亮。那我多没有安全感。它亮了你也能开好久。虽然我本人是把油表都开空了，我还继续在开。那你有什么没有安全感？因为我知道它能开呀。我也知道它能开啊。别的农场，哇，海边农场实在是太幸福了。如果在海边养羊，他们羊儿的心情是不是也比较好？得给羊放音乐。哇，正在出发。小猪，小猪开得非常好。哇哇，我想飞飞机。这没有地方，这是人家的庄园，人家牧场。我感觉抖音刚刚给我推了这个抖音。配的文字是啥来着？如果有天涯海角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哇，他们的文案都好好，我怎么一句一个字都念不出？因为咱们没有文化呀。我不信，真的吗？我不信。看你这话多没文化。你看，真的有海边的羊哎！哇，他们看着大海吃草，太幸福了。原来是文化垃圾。Hello， 看今天这个帅气的小柱，我们来到了一家西班牙餐厅，我们现在在 York 吃晚餐。这是我们点的一个西班牙干火腿。还有一个烤的 cauliflower， 烤西兰不是花椰菜，然后面还有海鲜烩饭，还有一个羊排。我们太饿了，就先录一点，然后开始吃。一会儿其他菜上了再给大家特写。来，不想看，大家不想看。
小来小猪吃一个让我看看，先吃一口。吃播小猪吃播上线，这要用手。嗯，赶紧吃一口吧。味道怎么样？绝味，绝味。你一会儿再吃一个这个，帮我们的观众，也就是你的爸爸、我的爸爸、我的亲人们、你的亲人们尝一尝。嗯、我想吃国内的烧烤。是国内烧烤味儿。是的。啊、嗯、，Great。加上什么？香菜。哎，这是啥呀？那个 peanut 吗？花生。嗯，嗯，那你吃吧。Good， 我吃了，拜拜。我花点钱吧。下一道菜，昨天没有吃上的羊腿，今天在西班牙餐厅吃上了。这一位呢，是现在正在给他的手机流量充个套餐包的，如花点钱。他的流量用完啦，跟大家说，你一个月几 G 流量？3G。我是个2G 冲浪选手，一个月3G流量够我使了。难怪只能充2G的嘛。我现在换到了一个月30G，有一个质的飞跃。在我来了之后，他把它换了，我都要走了，他换了。那我之前就是用完了，你现在开始新的也不耽误。行呗。香喷喷的羊排正在等我去吃它。嗯，好，就到这。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西班牙海鲜烩饭上来了，看起来挺不错的，有鱼有 muscle， 没有别的了吗？那还是香肠。嗯，上面这放的啥呀？某种绿色的什么植物蔬菜，来让小猪为大家试吃一下。Parsley 吗？是芹菜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来尝一口饭，为大家试吃一口，一定要好好描述哦。夹缝中求生存的尝一口，试试的饭，很烫。算了，别烫到你了。好吃的吗？好吃的。嗯 ，Great， 那我们就开始吃了，拜拜。